OK， 好的啊，欢迎各位来到随着胖头的游戏频道。欢迎各位来到随着那今天呢，终于久违的又要来开一下台，终于久违的又要来而且开一下台，久违的要来玩一下战锤三，久违的要来玩一下。上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？上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？是四月，上个礼拜四月三十的时候，战锤三有一个新的更新，5.0更新，还有它的新 DLC 发布，还有它的古拜皇冠发布。那这次 DLC 呢，一共新增了三个种子。个传奇领主和兵种，分别是传奇领主和兵种很久没更新的帝国，很久没更新的帝，还有超级久没更新的矮人，还有超级久没更新的纳垢，还有超级久没更新的纳垢。这三个里面的话，先玩一下纳垢。里面的话，先玩一下纳垢。纳垢他这次加的是塔木克，纳垢他这次加的是塔木克。他这一次 DLC 的背景故事是对应那个背景故事是腐败，哎，这叫腐败王冠还是？不朽王冠还是应该是腐败王冠，是混沌还是混沌王冠？想不起来，反正它的对应战锤的，反正它的对应本其中一本战锤的战役书本其中一本，然后就把里面的角色挑出来，所以纳垢方派出的是他的穆可汗。那他在背景里面的话，他的目标就是要从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画像画面左上角，你可以看到我放个底图。那他原本的路线应该是要从，他原本的路线应该是从北京这边一路，应该没有这么远，在这一块一路走走走走走，走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，走到我们现在这个在这里，这个脚手打一支树，我拿了打一支树，然后在那边找到一个女巫，跟他讲了一些话之后，他就指引他往下，从那边绕，从南方这样绕一圈，绕一圈，然后想想啊，绕一圈应该是哦，从这边，从山里面这样出来，然后最后直取，从山里面这样出来，然后最后直取魔恩这样。那在背景里面，他给的理由是，那在背景里面，他给的理由是，因为一般混沌大军都是从北方上下去，一般混沌大军都是从北方上，从北方上下去啊，所以就要打，要先统一诺，要先拉一些诺斯卡人啊，然后打一下基斯里夫之后才打帝国，所以北方这边防御就很结实，他会绕开这个，所以他就从南方荡过，他会绕开这个，所以他就那一开，那帝国以为，哎，他们会从这边，那帝国以为，哎，他们会从这边，那帝国以为，哎，叫什么黑山隘口。叫什么黑山隘口，就这个地方进来，就这个地方，我没想到他们从山里面这样出来，我没想到他们从出来，然后直扑奴文，然后直扑奴文，都在奴文这边被直扑，被那个打，被牧羊玫瑰打下，牧羊玫瑰在那边挡住。牧羊玫瑰在那边挡住。啊，我们这一次呢就按照这样路线。我们这一次呢就看到左上角，我们就这样绕一圈。我是看到左上角，我们就这样绕一圈。哎，好，现在这一次纳垢改动的话，比较麻烦的是它瘟疫系统改了，它瘟疫系统改了，科技树也改了，再就是它建筑树也改了，再就是它军事建筑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，军事建筑还是一样跟以前。它有一个轮回这样，它有一个轮回这样。然后你的兵种招募一样是，然后。你也不召唤，然后你出来之后就会慢慢补兵。你出来之后就会慢慢补。这个话我相信，这个话因为我以前也比较少玩纳垢，所以这个我以前都还好，就当做一个新的种族来玩就好。就当做一个。其实他现在像这种，其实他现在一般的建筑，除了军事建筑这种一般的建筑，军事建筑这种不用轮回了，不用他们一直转圈，不用轮回了，不用他们一直转圈，不用轮回了。但是其实问题跟以前差不多啊，你没钱的时候还是没钱，差不多啊，你没钱，没兵的时候还是没兵，要靠兵的时候还是没兵，还是走英雄跟走民主爆棚会比较简单，走民主爆棚会比较简单，走民主爆棚会比较简单。是也。很简单了，我们就直接绕一绕一圈。简单了，我们就直接绕一下就好。绕一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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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，绕一圈南下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，绕一圈。very 简单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，绕一圈。very 简单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短期目标好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短期目标。要打多少干开局的话，我们暴风领走，直接跟暴风哥开战。我们短期目标，我们短期目标。打掉克列克，硬汉大金牙，硬汉大金牙 ，OK，
不再一路顺着南下，他的目标就是引导我们这样南下，然后山里面打出去都找混沌，穿过混沌来的，然后我这边出来吧，然后我这边出来吧，然后看一下哦，应该是穿过，看一下哦，应该是穿过，我没看错的话，那个路线应该是从黑色山脉那边出来，从黑色山脉那边出来，哎，没有哎，他的路线看一下哦，那个图放大一点。看一下哦，那个土哦，它的路线，你要走山脉这边出来，你要走山脉，要到，你要走，要从瑙布拉国度这边出来，瑙布拉从这边这样出来，瑙布拉从这边这样出来，哦，经过沙漠南下，这样切上去，经过沙漠南下，这样切上去，这他也没有走，这他也没有走，他也不是走那个隘口，他也不是走那个隘口，好走更边边的，走更边边的，是走这边吧，这一条，走这边吧，这一条，走这个东亚隘口，走这个东亚隘口，从这边出来，东亚隘口，这个就麻烦了。啊，先走吧，先开始走啊！走多远走多远开始走啊！有多远走多远啊！有多远走多遠。我们先来第一掌。各位进入。手动压一下战损好了。哦，他有长矛、猎人、巨魔。好，我手动先招，我先招个兵出来帮他打一下。我看一下我开局有什么纳垢兽，纳垢兽不错。大原则哦，听说这个版本瘟疫大原则蛮强的。先出一次好了。然后就变酣畅大圣。来 ，Come on， 出花，看一下哦，这队残血的放后面，还是竟然混经验的？我打那个啦，有个新的 mod 叫 Helper UI， 还叫 Help UI， 我有点想不起来，他就帮你把这些数值用比较直观的方式显现出来啊、哦，例如说他跟我讲说我的部队他的。招募成本是多少？哦，我这边部队它总价值是8130啊，对面是4850，然后我们各有多少？这样各有多少魔法魔风？哦，但是我这边没有放魔法的档位的时候，我也看不到魔风多少，他就会帮我列出来。嗯，他会帮我算这个、哦、Demon's Army Ability， 然后这边也会比较直接跟你讲说啊、哦，你部队数值多少？我觉得这蛮有用的。但看比较快，你就知道说它的那个东西大概计算的啊，可以丢前面一点点，但是不要让那个戳到就好。嗯，我想想哈，哎，这两队去盯，各盯一对巨魔。这样各定一对，然后他混在他们里面，这可以撞。好，就这样。加速一下。Yeah， 恶心。
兄弟，你跑有点快哦。这个他是重武，他本身就是重武，但是他皮太软，要么拿去混爆，我觉得直接拿去冲这个好了。他拿去打这个应该也行，不要被猎人，不要被狂暗室贴到，应该都还好。我、哦、里面最麻烦应该是这一队，这一队应该是最麻烦的，里面最麻烦应该就是他。我的想法是用混勇去贴他之后，然后死人魔上去敲他。哎，这样也行。然后我这个纳垢宠儿，他混在里面。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他巨魔下来，巨魔下来，轰 run， 这个有点放太后面。那我的这个骑士可以进场了。哎、欸，兄弟，你有点太近了。然后在里面混得蛮开心的。我背袭一下，狂暗室哦，这狂暗室应该是里面打最痛的，混流。本拉在那边嚣张，一路推了啦，推平。哎，我再拉出来吗？可以，睡。哦，狂暗室跑了，那没差。我先把我的骑士拉出来。然后魔主被卡，好，看，刚被卡住，卡我腰，我、哦、狗啊，不要再卡了，再卡你，哇，这战损有点高哦。可是这队真的好用啊，腐朽骑士强。太扯了，那腐朽骑士在里面七进七出，左杀右杀的。可惜掉两个模型，哦，这个掉点多，嗯，可以打更好，但是可以接受啊，太久没玩了，这样吧，前面打最多反而是那个巨魔，但也合理了，原本就是想说巨魔打最多。抱歉，大哥。哎、欸，靠！要干。Oh my god, crush. No. 好，没有 crush， 没有 crush。
吓我哦！吓死我了！好，还是要先点个。第一场的话，把他抓了，懒得打了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拿下第一个神分，不错。这个有什么？加感染哦，还行。他现在基本的有三个，一个是加代元者，代元者，代元者，然后长到最后变高阶代元者。这边是什么？遗弃者配掠夺重武。哦，异角兽跟重混勇重型，好像还不错。后面还有神选，有点尴尬，不知道怎么让它长上。哦，混勇配神选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差点，这个是一开始就不错了，这个可能要到这里开始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们还是要点一下，点个补兵好了，先把纳垢腐蚀拉高，纳垢腐蚀高一点，我这边，形成补兵跟那个都会好一点。控力，感染，啊，控力，感染，感染，哦，可以出我的这个吧，是塔木可汗的特殊系统。我们这个练高之后，就可以招后面的人。啊，有一些是，有些好像是领主，有些是英雄。这是英雄，后面几个我都不确定。这也是英雄，传奇英雄，好东西啊，先出。加入队吧。这里嘛，先点点这个，要往下打一段时间，四回合哦，四回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，狗的前面也太烂了吧，狗的一阶是给狗跟怒魔废物。给蟾蜍哦，蟾蜍配什么？捕蝇，捕蝇配巨魔，捕蝇配混沌卵，巨魔配混沌卵，哦，混沌卵两个配一个巨魔，好烂哦！这有没有比较好？真可惜，我要给骑士，这好像藏啊藏在这里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，不行不行，就顾啊。还是点一个这个比较好。先补点兵吧，兵多一点，那往后打比较好压战损。哦，从塔尔木可汗麾下的酋长，这个叫什么？
要两点宅之力，我们现在没有。我刚忘记出那个，忘记一起走。哎呀，看一下，我忘记烧血是哪里啊？烧血是放在哪？我想不起来，哇塞。哇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我开局配一个法师一起走也好。哇，动作好吧，那躲在里面补兵好了。走不了。刚忘记出领主。O'Neal, my bro.跟着往前走。哇，他这边在招兵，他硬打，打不到，好吧，也打不到，慢慢往前推下河，争取下河摸到他。太久没玩纳垢，我记得有一个不是可以烧血的，哪里呀、啊？自动烧血是哪里呀、啊？哪一只？哪一只给的？应该再拉一只，然后如果上一开始我们就有拉的话，这样现在就有三只可以进来，一二，然后再配一个领主，可惜少一只，慢慢走，自动散城，这里就比较，这里开始就麻烦，因为再往下就要打仗。这样打起来就很麻烦。我现在先找一只，我换一个这个看看。哪一个？也不是法师，还是那个是纳垢之子给的。纳垢之子是给符血啊，这个是降那个。
也不会是灵纳垢混沌领主，那很硬没错。看一下齁，不知道三十三，不是十三，七哦，吗？那不是，但想不起来在哪里。这血肉马丁是补血的，哥。Huge explosion 不是那伤害剂，哎呀，想不起来，慢慢打，不纠结了。纳垢灵可以找，可怜，我们刚刚打了一场，所以拿了一点。接下来麻烦是那个啦，他跑下去战城，所以这个变他小弟，他们两个会一起攻击我。啊 ，yep， 啊处理他们呢，麻烦。他本队很强，本队有龙魔，怎么打？斗龙魔，我要怎么打？我想想，而且我英雄欠植物都要二阶层的，可以。如果开局不的话，还有机会，那没办法。然后现在都是左边的东西，左边走比较好。哦，来来，你看看靠腰。哦呦，他那一对腰修滚，还有色孽系，然后一堆狗啦，还有两，应该有两对龙魔，没错的话。哦，前期要除掉这一只就很麻烦，头很痛。没有别的方法了，好穷，穷死我。我也不能出，我不能用瘟疫，唉，没有感染，他一定会冲，他一定会上来，上来就麻烦，后退掉了，避其锋芒，我们先补血，但是他要打的话，我一定要让他是刚刚想打，他有可能直接冲上来。哦，谢谢你哦。哇，来了，你看，强我190，操！哎，这对我要怎么打比较好？我想，噩梦。
先吊看看啊。这个用伏击我才比较有自信打，不然虽然不是伏击，我也不一定打得赢啊。科列克把我狗头敲烂了，不会让我狗头把全家敲死，没有。欸，这个要我手动打我反而会怕，干，可是不手动打全家死光光，好，哎，这个真，哦，他是发现我军队哦，好，对，那没办法，所以代表说正面打还行。正面打至少打得赢，自动啊，自动化打得赢，其他我就不确定了。欸，我也不能跑，我本来想说跑掉去拉个瘟疫再出来，但跑不掉。没办法逃跑了。我什么？我什么？我没有惊骇敌军哦，欸，他会不会我本来就 OK， 他没送是吧？45%，反正我这样子布阵，他一定会过来，一定会过来。哎呦，当然我200了。好，配个这个，我看一下。所有单位获得先锋部署。战功奖。等一下哦，先锋部署这个好了，听一下。感染。就拼这波了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这波，跟他拼了。靠瘟疫去打他，不是，不能说靠瘟疫加强啊，这样能打一点。还来啊？要九级哦，要九级，我就觉得 OK， 我不想打，不是很想打这个阵容哦。看下地形，我不想打原因是因为我不觉得我手动打会打得赢，我手动打会比较好。啊，自动好了。把它刷掉就没差。这个我对我手动打没信心，自动人赢就赢吧。这个新地，欸，不是旧地标。他们把他打成小弟，看一下，左边是凡人，右边是恶魔。先走凡人，步兵加强，再把他收成小弟，这一座城。有钱
虎兵强化一下。我需要，物抗，这个很能扛的。烈炉，英勇必杀，好。还是抱团好玩。我点个这个。买一只出来，再给我两千，再给我两个字，宰智力不错，我还可以再把钱删掉，没差。边实力还差太多，哎，哦，假的伏击成功。好，手动打一下。来来来，啊！原本十毒而变五，毒狗的末日。哎呀，我想，然后我们，哦，后面这几队麻烦，所以这个用战车去撞会比较好。战车配这两队去三只去卡它，跑稍微快一点点。剩下都跑正，剩下都走正面。这个皮那么软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干嘛。软皮仔，这样。哦，我看一下哦，没，这没什么，完全没有什么伤害力，威胁性，是威胁性很低。是瞧一下。昂，全部排在后面，这样冲冲冲！啊，给他放，啊，给他放啊！哇，他的那个价值是会实时下降的，好猛哦！
啊 ，What the fuck, man？ 然后我们的阿尔木他在那边大杀四方，他杀好了，杀红眼，还抢一个人在里面砍，就让他砍好了。干，你那边撞我，操你妈！然后就卡住，不要卡住。Yup， 卡住了。哇，冲到，好冲错地方，尴尬。干嘛干嘛？快快快快快！快放个法术！连鹦鹉必杀，跟他互砍，拼了！太远太远，放不到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 Quickly, quickly. 过来放个法也好，连会魔砍他，好追追逃，追多少是多少。睡睡睡，回到了。那个剩一个人，好，差不多没了，睡不了了，见了。看，果然瘟疫其实还是强。哦，这个重无混勇差不多，跟我预料想中差不多，也是很能扛。是丢进去送头的，还可以打成这样一件力。拿橄榄吧，
不要跑回去。不过这个最好打法应该是我们抓外面的只，然后让他援军进来，是最好的。下来，应该撤退，然后撤退。我追不到他，好吧，自动。他，不能了，先洗脚。我看他要不要过来当我小弟。不行。不行。电脑整吞了，大家靠紧紧哦。啊，我这边需要涨，啊，涨人口，人口，他刚好人口被腐蚀，啊，收入好了，没穷，回家750一盒回200，四盒就回本了，750，就回5块，他打过来打就爆了。尴尬。是跑回来送了，没办法，爸爸。哎呦，这个好哎。啥啊，怎么还在？这个还要撤退吧，狗逼东！哦，吓我跳！我还他还要撤退，没退没退。看一下哦，现在宰制力有10了，我可以点一个新的出来。或者再拉一只骑士，他这个哈尔干不错啦，他本身可以骑龙的，我之前都会练他，但是我这次要换回来玩，我要换什么来玩？然后这个是法师吧，那我不确定他
哪一条路线的。前期给飞斧没什么用，这一定不是法师。前期给狼人哦，他也不是法师，法师做这两个。这个吧，哦，他加补兵的鼠油，红白不错，红白好东西，法师入队不错。也移动，有种出来扁我啊！操！啊，你不成？我们现在才走了大概十分之一吧，还是百分之一？嗯，想跟我先这个哦，没有这个的话我就不签了哦，没有签了。我短期任务要把它打掉。哦，那我当然是拒绝啊。把他先上去送一波。对，我等下打他就少一队，然后我现在再把他收掉。妹，这个计划太完美了。还有人啊，还有这么多人啊。哇哦。人还这么多，那有点尴尬啊。欸，我想想哦。是。欸，其实玩那个。战将好像不能骑神，战将好像是骑那个苍蝇。看一下有没有要我招什么。好像没有要我招什么东西。啊，你出来！真不行，我要去打震弹了。想想哦，他不出来。要么围城嘛，其实他城内我也不能闪电战，最好方法就是他们在外面掠夺，他去挤。
啊？却我觉得在挑战石里面有一个这个是白痴哦，我那不就掉了？这重点我等下就掉了，然后我知道怎么用。我不想打工程站啊。打开率。太好玩了，大家一起抢。我现在是要怎弄？怎么跟我哭？如果我占你自己的城镇，我教堂会掉吗？500块还好了。出在这里，我不是出在上面，我应该出在丹尼他们家左边，而出在我自己家里面。不出来就是不出来哦，啊，那没办法了。我完全硬围了。烤鸭换成科列克带队，变成血战。来掠夺下风，谁敢？哎呀，尴尬。哦，我在那边扶起他。哦，不能召唤单位。哦，因为我在外面，是不是？如果那够领好了。那抢不掉多少钱？可以再出个重物，哎，刚好一回合剩十块，碎十块。还能撑呢，不矮。往跑！哇，被抓到！掉什么？掉一堆那个没差。怎么是把你全家骗出来杀？这个才是重点。不要
好。可以吧，可以打了吧。来，大家加入一下。哦，终于灭掉一家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几回合？14回合才打完两个成分，麻烦。对啊，这个也不是少血，回血。啊，五等了，快七等。这伤害剂比较少，好，哎，我，还有我现在有五个这个宅之力了齁，可以再点一对，碎啊！啊，那个超强，我现在用起来真的很夸张，夸张强，太扯，啊鬼东西！我现在要打他，
应该吧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不用打，但是我们要打他的话，一定要打那个。我不是很想进去，走旁边。我们要往顺着路线走，往下走才可以。哇，有谁在打他呢？红宝牌没有人在打他，那还是可能就算了。尴尬，不管宣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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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4455 ，My bro， 你比他还够了，让我砍掉一段是不够。还缺33块，还够088。他怎么都不会刷那种送那个英雄的任务啊？啊我是要升啥啊？就这些单力，这个哦，普通通，但我应该本队不会用。这个移动速度加20。然后这个神还有神龛的话不错，可以加移动力也，拜托。好像先去拿宝石矿，宝石矿的话我就可以出一堆英雄。来啊！来扁我！一分钟，我跑去打这队啊，这很奇怪。我没差这个小烂队，自动一下就好。现在希望可以收一个仆从，然后把地全部塞，尴尬。大家几个那个，我为了拜托，不要再给我了。那我先让他以这个方式上来。干！我们想说他用符节，那后面几队再跟得上就好。太刚好了吧。
唐行军开跑，本队真的跑比较快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哎，水。哦，这个不错。看一下，是因为上了坐骑之后有没有被动？这还好。240出不起，差多少？139。不用出纳垢林，纳垢林那么烂，不要出。不多出，出这个都比出了，他找一下就满编的，烂东西。他不要那三队都退，三队退嘛，然后他上来刀本队，本队出去烤他。看一下哦，左边是什么？给个战旗。哎，这个好呢，直接火焰攻击耶，而且基本伤害加八啪，不是加八，加八啪。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等你了，没得选。想跑啊，兄弟！靠，不要跑掉！这小子，再也不要跑掉！白痴哦，干他又要钻洞了，干他！他要开始钻洞了。他开始钻洞，钻洞，他钻的那个洞的距离刚好是在我的边边，然后打不到他，然后我要开始追，就是他那一步，啊，厉害！没了，没救了。他追到死。
哦，这想干嘛？好，可以。这多拿个几块也好。啊，我都知道，我跑去打。啊，打还好啦，至少他不是继续转，我还继续转到脚啊。他只是烧一下还行。关下后，嫉妒的守护者，克扎拉哦，他在跟那个是刚刚那个法师嘛，他就跟在后面，然后想要成我的副手，但是他觉得惠魔，他开始表明他对惠魔看法，觉得他是个笨蛋。嗯，我信谁？还是信他？信自己人？那怎么样？还是自己人吗？好，别又跑又跑，跑跑跑跑跑跑爽没？过来啊！干！就这样刚刚好，现在不要让他爆金额，哎，没差了，啊哈，尽量出，我点到那个，敢老抓敲爆你狗头，那你死定了，我敲了你全家。反正双斧，这个是双斧啊，这是重斧。哇，可以再烂一点。哇，兄弟你也烂哦。剩几座城？就剩一座，剩一座。看来我还得再教训他一下，哇，太嚣张！再打掉他一两座城，然后再烧他，应该就可以了，应该就肯接受了吧？哎，要还不要？可以塞什么给他？塞一个这个怎么样？哎，这样可以哦。好，好，这样也好，这样更好。但我有个小弟了。
那我一些烂地就可以塞给他，然后我还可以在那边补兵。终于，他刚刚就这样做。也好了，我这样安全了，然后继续打了。把刀山打下来嘛，刀山跟他换这个好了，我想在里面，因为我刀山打的没用，是三 D， 还不错啦，至少。巴斯特，好，但他忘记入队 ，What the hell？好，可以开始滚雪球，雪球滚起来。我们先打刀山，然后回去打铁皮。哦，忘记，现在可以交易城镇，忘了这件事情，太关键了，这事情太重要了。我怎么停住了？哦，他前面的很嗨哦，这里很嗨哦。我们把地丢给那个仆从国去管理最好。要么就是仆从国，要么就是你养一个队友，再不然就是养个屏障啊，给一个第三方的司令，就是丢东西给他，然后跟他养好关系就好。看一下齁，左右左，然后他有人，有人要打他嘛，那我就先跟他谈，加入战争的方式。哦，塞多少钱给他？干4000多块，靠杯。好，我看拿钱，4000块，还可以拉一点关系。技巧，烂的小技巧。把它灭掉后，跟旁边那家混来的关系也会好一点，那就暂时不用担心来扁我。
哎，帅，靠背是小队的，很巧呀。好，再继续啊，迟早要来的。不能再等了，然后铁皮要打，铁皮再养下去，没呀、啊，我不能了 啊。让他上。我们拿下还有这个成分，然后我用刀山然后换啊，这样换好，我给他5000块啊，然后去干了5000块，哦，啊，那我直接塞给他算了，靠腰，嗯，耶，好，至少我抢到抢过3万多块，我会赚了，还是赚，是没赚那么多。原本想法是用外面的城换里面的城，太巧了吧？这是叫食人魔，不需要。食人魔也才几度而已，要我加到哪里去？那怎么加起来没用？哦，14等有神龛，神龛体积大，它可以提供加成。我帮他点个血量，点士气。我们先下来，我们下来到这边的时候可以打铁皮，我看铁皮现在怎么样啊，差不多。跟我想象中差不多一样。干。靠，不要跟我说用快。这烂地全部丢给他，我用啃食盐跟他混好了。还是需要几层啊？但是最好是，最好不是3D，3D 我就给绿皮用就好。终于，我看一下哦，
右线好，好蛮多的。用定过来干嘛？哎，六点，我再差一点，可以把它出出来了。酷儿覆灭，谁去打酷儿啊？好奇。啊！居然是他！哦，错赛。Oh no! Oh no! Oh no! 基斯里夫上来，我是要帮一下吧。哎，别闹了。别闹了，兄弟！看一下谁跟铁皮在互殴，大金牙哦。好，我先削他一笔。先削他一笔，然后，哎，我再说，是先敲他一笔再说。哎，水，我有那个了。哎，卧龙可以骑肉。波波不得，棒了！我波波不罗啦，我、哦、这是被动，我、哦、操！他的被动值200啊，他那么能扛，他在里面应该，我觉得杀了的应该价值不止200。太神啦！先留着吧，不然对这个七啊，来吧，狂徒哈尔干，啊，就是为了这个18等可以骑龙，这样。
然后这样赶路的还是要点一下。好，结束。看你还怎样。天罚之冠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可能特别问，就扁他。来吼，这里我们留着，我看能不能跟他换。要啊，要。哦，走得很远。青草不熟，干剩一块钱，一块靠背，几百，那我青草我自己留，好，只愿意给我一块钱，还是剩一块、欸，有多少给多少，剩一块给一块，太感动了。啊，这玩乐器很强呢、欸。你们也在开玩笑呢、欸。我绕一圈回去，这样过来。没有画画的。这样不错，你看，我就地全部丢给小弟去管了。不要搞事，我都没事。那等级五、哦，难度、哦，我的城都卖出去了。等级五有困难。走下面过去比较快，但走下面要会有那个。Amen。
正常走，其他强行军才跟得上，好扯哦。皇帝爸爸，是对抱团走啊。宝石，宝石在这里，我需要这座大城，等下可以卖给他们，没关系。那个宝石矿我需要，很重要。那宝石矿除了可以加钱之外，它可以找全部的英雄，不要拿。这个是因为温他够腐蚀太高，所以他扣血。啊，看一下，哦，还要世界大城了，这个再不打我会，再不打我会出事。那本队不知道在哪哎、欸，我从来没有看到本队。他需要他命了，五二阶，我应该等他，不要，应该也不用等到四阶再打了。我阴草就家人打电话过来，接个电话。